完战。要死，至少死在你韩光君的手上。不远。阿星，你、我、阿成，我们三个一直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永远不分开。修为就是他的心。那你呢？蓝湛，有孰正孰邪，真情，孰黑孰白。魔人进了战，连人带魂，有去无回。为无限，蓝忘机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你姑苏蓝氏是谁？丧真以为我不会反抗。你听是哪来的？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我们自然是从阴曹地府。休息心态，终究会付出代价。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是吗？我变了。太少了，今日杀了你，我也是天经地义啊。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条好走的阳关道？有没有一条就算不用修轨道术法？阿信，你可以保护好自己想要保护好的人的路。蓝湛，你想做什么？那我只好杀了你。杀我？凭你？还是凭这些人啊？凭无限也